种在岩层里游泳的动物，你们叫岩鳞的，我套住了一只，想要拽着它跑。它钻进岩层里去了，我没钻进去。那种大型风力步行机，你们叫岩船的，我挂在船底，准备就这么偷渡到城镇。从船底下游过的每条岩鳞都要啃我一口，我没挂住。那就放我走，你们抓错人了。你们要是了解炼金术，就不会说自己需要炼金术师了。听好，如果你们只是想找人把材料放在干锅里大煮特煮，再从里面捞出什么金色的东西，那需要的不是炼金术师，是厨子。真正的炼金术是用法术在微观层面精密的重构物质，而且一般来说产物越怪越好。当然炼金术士也不是不能干剔纯赤金的活，但在伊比利亚，这里的炼金术士连炼金手法参考的都是至高之术，他们的追求要比蹲在实验室里搓金条狂也多。伊比利亚的炼金术指向大海，炼金术士也会随船出海，钱多到花不完的雇主甚至会斥重金在船上打造炼金工坊。如果这些炼金术士最终没有把船炸掉，他们往往真的能为雇主找到海上的资源和财富。比如炼金术士要是发现了某种炼金产物能够检验海水里的有机质，就能用它找到珊瑚礁、捕蝇场、海底热泉。或是找到当时还被当作奇珍到处展览的海丝。阿戈尔技术创造了通行海洋的手段，而炼金术创造了征服海洋的欲望。那时候的人都这么说，人们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询问报童，炼金术士又有什么伟大发现。甚至一度有过谣传说某种炼金产物能指引人找到内心渴求的任何事，但那都是过去了。现在的伊比利亚没人需要出海，炼金术也只是贪婪的象征罢了。理解了的话可以放我走了。好吧。